各种挑战去平衡我自己的状态，去面对它，可能会不舒服很难受，可是当我面对它到穿过它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更深的去了解我自己。但到了有小孩之后，我更深的去思考生活的本质是什么，我看待所有的好跟坏这件事情都觉得他们变得很美，唯独因为你是人类，你能思考，你才能去经历这个东西，你才理解说这叫做悲伤。你发现你自己充满了爱，你可以付出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要去给，很多事情是无条件的。其实爱的本质就是这样子，它就是可以奉献自己，付出自己，可是你还是觉得好快乐。